Hello， 各位 GQ 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Hans 钟成汉。这一次的灯光跟一个感觉，跟以往拍摄的角度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啊。那特别的灯光打在身上啊，还有呈现出来的色调，我觉得是非常不同。然后非常谢谢摄影师志祥大哥。觉得啊，这次秋冬系列的西装，主要呢还是以毛料系列为主，然后呢外面搭上一个大衣。我觉得男孩子啊，有一件大衣非常重要。印象深刻的有穿到一件穿到一套西装是毛料，然后有点格子系列的。他这次呢强调的风格其实有一点复古，但是又非常时尚。这一次啊，我们使用的就是电影的灯光，以及配合上一些舞台的 spotlight 的方式去呈现我们这一次的 fashion wear。那经由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话，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线条上去凸显出一个衣服品牌它的经营的重点，然后也可以借由这些线条去发展我们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，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没有用过类似的器材去进行一个服装的拍摄，是一个很难的经验，然后很谢谢 GQ 给我这个机会。